谢谢马总，我也是你的忠实者。我要谢谢就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太太范小姐，你真的是我的幸运星，谢谢你这么爱我，然后我也很爱你啊，谢谢你把我们的儿子照顾得这么好，我才有机会这么放心出来拍戏。那接下来我要谢谢就是我可爱的儿子李希全 Zen， 爸爸也是很放心每次出来拍戏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懂事很乖，让我很放心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李明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进入这一行，下次到我不上来好不好？ OK。